阿贝，我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BAY 阿贝。那么今天呢是开服的第五天，现在氪金程度还在 V4 的一个地方哦。那今天真的终于忍不住了，我们来把这个浩哥唐浩的 skin 给他抽出来。哇，我真的太爱这个角色了，没办法。整个就很想要花，你知道吗？很想要花、啊。好，哎，来把它激活一下，哇，帅啊，帅！其实这个也很帅，其实啊，没有因为这个比较帅，但是我就是很爱这个角色，所以说我就把它 skin 买起来，然后可以拿到这个攻击2%、生命2%、这个暴击率1%的一个加成。其实加的这个数值并没有很多啊，并没有很多，就纯粹是一个爱，纯粹是一个爱哦。来，那每天氪金的这个东西可以把它领起来哦。好，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不妨先帮阿贝点一个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你就可以收到阿贝最新资讯。然后我们就正片开始 ，Let's go！ 这边有相当多的攻略，记得要去看一下哦。OK， 好，那我们就先来抽抽吧，先来抽抽吧。我不要再这个十连抽，我不要再单抽了。来，阿贝气再来。十连抽也没有比较，也没有比较好哎、欸，怎么办？你看剩七次，剩七次是怎样啦？脸超黑、欸，保底王哎、欸，保底王又保底啊，保底王又保底了，哇，保底个刺血，太无情了吧！哦哟，不错哦，四星很多哦，来很多四星也是可以啦，没有说要求说一定要五星嘛，四星给我多一点，多多哎，哇、哦，真的多哎，哟，单抽好像又崛起了，是不是？哎、欸，不错哎，很多四星哎哦，哦，四星四系魂师自选宝箱。这个肥，嗯，相当不错。现在倒是有点尴尬哈，我来看一下，阿贝这边好像有抽到这个风啸天，所以我的风啸天，没有哎、欸，我就上一次抽到已经升上去了，我现在还需要再一个风啸天，才能把它上到九星，对不对？之后拿去当肥料喂掉，拿去当肥料喂掉，嗯。其实水系的肥料超级多哎、欸，不然先喂一个水系肥料。可是水系我之后想要练上去，我想练，但是我都没有抽到核心，你知道吗？都抽到一堆这个是刺血，超级尴尬的，超级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知道吗？有够无言的，抽到一堆这个刺血。哦，这边有四系这个自选卡。好，那阿贝这边呢，想要生出一个九星的水鼠肥料来喂给我们的浩爹，好不好？本来想说生风鼠的，但是没关系，我们先生这个水鼠好了，好不好？那我们先来开一下这里。哦，刚好开到水属性的、欸。刚好缺水属性的肥料，那我们这边还有抽抽吗？没了呢。那我们这边抽一个水属性，我看一下。水属性我们要升上去的话，要吃一个六星魂师。六星的话，我们就要吃一，珍珠一、二、三、四，其实可以直接全部吃，对不对？不然我们先抽这个水属性的吧，对，我们这个先选水属性的来抽。来，我们看一下，哦，又抽到欧亚，太多欧亚了吧？都没有唐三，也没有一些稀有的角色，尽是一些这些，真的是受不了哎、欸。阿
贝这脸很黑，差一个人，快支援一下，待会就可以招起来了。那我这边的话，可能会比较想选双胞胎，这个肥料真的太缺了。对啊，反倒核心好像比较还好那核心我们这边刚刚有拿到这个什么自选卡有没有？四系，好，这四星的。水，这只有一张而已就给一张而已一张要搞得这么劳师动众，现在也是缺肥料了。好，那阿贝呢？超级的白痴，阿贝在这边把这个九星的肥料想说先准备好，刺血先准备好。然后呢，我有一个自选箱，那我以为这个自选箱是都可以选的，当初没有看清楚，超级尴尬。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以免你们跟我犯一样的错误。史诗四系自选箱，我以为是任我选结果不是它是你只能选这个随机卡是四种随机卡让你选。然后这随机卡就可以抽到里面的东西。天哪，我以为这个是自学。尴尬了啊，尴尬到一个极点哦。所以说阿贝现在还差一个耗爹。还差一个才能把他的星级往上升。然后我已经先把这个九星的肥料合出来了，因为我想说要当肥料我就随便合，那本来合欧雅会比较好啊，我没想到那个不是自选卡，所以说也没有管道可以获得到哇，这个真尴尬了，难道阿贝就要一直等到这个幸运抽奖这里吗？对不对？超无情的啦，超白痴的，白痴到又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我买这一包吗？好贵，990每盒啊。但是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换超级扯的。然后你说这边有一个强力什么自选箱，对不对？结果这个自选箱。只能选垃圾，也不是说只能选垃圾啦，也是有好的啦，只是说选不到耗爹啦。哇，这个真的很扯哦。那怎么办？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太浮夸了啦。你说难逮哦，难逮哦。那我们要怎么去获得到一个？我们想要的这个核心角色啊，哇，这真的不容易耶，各位。我们需要核心角色的话，我们只能用这个祈祷了。然后，祈祷的这个币，我们来看一下，有地方可以买吗？这里也还没有卖嘛。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哪里累积招募，对，这个有送，但是也不多啊。我们再看一下联盟战商城，联盟战空岛遗迹还没开放，联盟战的商城也没有。每周礼包有了，太贵了吧。所以说这个游戏没有自选卡哇，卖一包便宜一点嘛，你卖个300多，阿贝就直接给他买起来了，对不对？卖到990，这个下不了手啊！哇，结果我今天 skin 都给他买下去了，误会大了怎么办？金价是给他误会大了。那不知道
还有哪边可以拿到欸？唐浩，这样就等于我氪这990了欸，好像是吧？对啊，不然就是等这个了，只剩这两个，这两条路可以走而已了，超级尴尬。不然就是我抽到，但是有这么好抽吗？哎呀，极其尴尬。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差不多也进入到尾声了。那阿贝呢，刚刚又去挑战了一下这个时间缝隙、时间裂隙啊，然后呢，有去把这个完成了30星，然后拿到了相当多的抽抽。我们再抽一下，拜托，给阿贝浩爹好不好？给我浩哥一下，来咯，上次我们单抽出浩爹，再一次好不好？浩爹在哪里？寻找浩爹大行动来了，最后 ，Go！ 什么小鸡鸡呀？哇，好惨哦，又是保底哎，无情保底。快给我小鸡鸡啦！哎呀，那照明天要氪哦，990哎，好硬哦！你们觉得要氪吗？你们觉得要氪的，在这个下方留言板留言，好不好？你们说氪就氪，说不氪阿贝就不氪，好不好？其实 CP 值不高，我认真说，氪那一包就是追进度而已。就是想要先爽，如果你是平民玩家，阿贝是不推荐，慢慢抽吧。但是这个游戏我觉得慢慢抽也不容易啊，啊也真是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哎，就先这样吧，就先这样吧。好了，那我们今天等级是提升到了这个所谓的49级了。那现在已经是晚上几点？我看一下，现在已经是晚上的5点多了，5点多，所以说明天要等到12点才可以升级。明天早上5点赶快升级，升50级，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包，还剩几包？哇，剩下8包而已嘞，完了，可能没机会了，对不对？可能没机会了，尴尬了。可能没法躲啊，对啊，我这个是在很前面的伺服器啊，所以应该是很多氪金大佬。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呢，就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